拍我那个女朋友。可以。自从前面几场戏就认清蔷薇的现实，是的，还是最务实的女生。以后交女朋友，传不爱传就救，没有。他怎样现实？因为爱抢大包。他是因为已经被拒绝很多次，才终于在接。就我觉得，是的会比蔷薇再更体贴一点，然后再更有智慧。我喜欢那种只会一些数学啊、计算的男生。不要跟他讲话，他好像是那个。好光明正大，你也不找个什么哪边躲一下。不用，因为我们的约会很光明正大，不像强大跟蔷薇去做无光餐厅，做事都是光明磊落、正大光明的约会。我们就彼此喜欢啊，怎么样？有吗？试一下，打乱。狮子王强大还是东森联合献映。大家好，我是杨静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狮子王强大哦。